我经常做梦，梦见一切的起源，世界本来空无一物，混沌而死寂，黑暗里开始坠落金色的火焰，仿佛有人手持火把，一点一点地为我照亮幽暗的森林。我以前一直无比自豪并期待着我将会成为王爵的那一天，然而可笑的是我现在心里面只剩下一种东西，悲哀，不是仇恨。你会杀我吗？不会，我会保护你。是你说的，王爵和使徒永远一起战斗。绝对不能让他离开！他来吧。源源不断的生命，为荣誉、财富、权力、争而彼此厮杀，最终。再渺小的希望，在绝望面前，都有无限大的可能。